广西玉林沙田大集合。这就是那个三块钱的粉，你打成粉的，你打内热够黏呀，老爷子先用刀子，我打的你呀，你怎么煮水又要摆吧？难怪这么香啊！你摆杯啊，你打的猪肉打不煮好的，你莫喊老婆摆杯，老婆不摆得你啊！你放一半杯水又嚟洗架，猪肉转两下啦，就咁转几下就得，洗猪摆明白吗？我洗得够干净啊，我明白咗啲啊。洗水打熟头啦，我有乜嘢啦？好啦，我嗱，我唔好讲咁多啦。三十乜嘢都打啦，三十多年啦，三十多年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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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手工煎粉，老娘，你们要蒸，你要的要让那个蒸笼头上的，啊，老娘，冇讲啊十蚊钱啊，我都蚀本清过埋啊，你一见有蒸笼啊系冇？不过这个粉也是自己做的吧？不要吃了，等你食两蒸埋晒，我们走了。手工制作的是吧？手工粉呐，啊，手工粉，蒸那个，烤的，那个烤的，啊。自己做的呀，原价咧就卖450蚊，就自己在家里做，家中买。你一家啊，自己在家里做的。一家我试一家俾你，得啦，反正你识得好洗嘅嗰啲，你就攞百价翻嚟洗啦。卡下脚，系啦，要攞就攞，嗰啲啲好实用啊，啲啲洗得实用型噶，系啊，三两年有冇洗得烂嘅？我讲明白俾你知啦。哇，你这一天可以卖多少碗呢？几百个，八九百碗，到没到过一千碗？啊，八九百碗也特别多了。以前就可以，哎，以前全部都是一块钱一碗。现在，大家看清楚了，有肉的就七块，没肉的就三块。哦，素的三块，肉的七块。有肉的七块。以前刚刚卖的时候是，也出来讲，没有，没有的所有的，它有温度的感应，它感应那个就特别出价的。后来又卖的一块五。是，后来卖了一块五，现在卖到三块了。我刚才说到三块，咱们这个价格得要量着来算的。这叫打猪的，这叫打肉的，这叫打肉啊，开就转啦。你打头枪、打骨头、打药材、打粉就开一只。咁呢个店咧就想定系想打粗嘅，想打粗打对嘅，我够对就咁对啲。我夠對就夠，夠對啲，咁就控制嘅啦，有。或者講，你哋屋企咧係種有啲粟米，你睇啦，誒睇清楚啊，嗰啲係綠豆啊，嗰啲係綠豆啊。你哋屋企咧係種有啲花生嗰啲芝麻黃豆咧，原來成粒豆嚟，成粒豆嚟啊，明唔明啊？誒，富仔浸啊，以前我嘅總之。可以光打湿打光打嗰啲能够煮熟俾你，冇使你兜嘅。如果讲你食得甜嘅，广西的大集太热啦，你这炒我们闹我们的看是谁啊？嗰啲水咧，你烧滚又得，冇够滚又得，黏黏啲都得你噶。如果系烧滚咧，佢就快熟啲，明白吗？你嚟睇住啦。咁咧，而家我带一个全中国最便宜的炒粉。它素的是三块钱，我们加了肉了，也才七块钱。啊、这是我，哎，太好吃了，又好吃又香。哎呀！